集合。哎，完了，集合集合。哎，小卡奇，是向我看齐，不是向我个头看齐。什么玩意儿？这，来，按和尚的队形散开。这啥玩意儿？东一个南一个西一个北，搁这咋唱歌呀？你们这啊？不是，爸，我们排练的时候是按声部站的。哦，这和尚有和声是吧？这也太散了！来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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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稍微集中一点啊！来，来啊，按声部啊！啊啊啊！就是那个生日快乐歌啊！哦，我先报个幕啊！街坊邻居们，第一个节目，大合唱。生日快乐歌，指挥前串子，演唱者一帮人。合唱啊，还是东北乱炖呢？啊，能不能注意点节奏，注意点音准，看着点指挥，来看指挥，来来啊！我起个头啊！祝你生日一百唱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是啊，啊，哎，咋的了吧？哎，宣布第一个节目大合唱取消了。哎呀，走吧，回来。哎，着什么急？吃什么饭呢？忘了你们来的任务了啊？你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记着呢，是配合我跟黄小娟表白，是哦，把你们的精彩节目送给黄小娟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我们你想这情况，我一表白，那不就成功了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大家好，我们哎来了来了来了，这么隆重啊！啊，哎，孙女，快给大家问好，爷爷、叔叔、阿姨、哥哥、姐姐，你们好，你好，大婶你好，小孙子。你搁哪来的呀？真没礼貌你！我去啊，没大没小的呢，你管谁叫小墩子呢？啊，黄阿姨是你的姑太奶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啊，这是她的亲孙女，她的辈儿跟你爸是同辈儿，她管你叫大侄儿，怎么的？嘿嘿，跟你叫大侄儿没错啊。嗯，那个小姑啊，咋的了又？你别吃了，你都啥地形了都啊？你家的呀，而且我胖胖是有理由的啊。比如说心情好的时候，那不得吃一顿庆祝庆祝啊？那心情不好的时候，那不得吃一顿舒缓一下呀？有道理。那心里着急的时候，那不得吃一顿拜拜火呀？我的人生格言就是：有吃的我就吃，没吃的。我就哭。这孩子哪点都好，就是嘴壮，别吃了啊！这都第四个了。哎呀，我是这么觉得的啊，孩子喜欢吃，只要他吃，开心就好嘛。对啊，那什么，小娟，今天你是重要人物。对，今天你是寿星了，来，请上座，上座，上座，来来来来来，坐下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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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哎呀，来陪奶奶坐这儿啊！哎呀，老钱，谢谢你啊！看你精心准备的这安排的，也谢谢大伙辛苦了。哎呀，这黄阿姨，那个别客气，我爸到时候还有一个大大的惊喜给你呢。还有惊喜？对对对，我有惊喜，我要跟你说几句心里的话。我不是爸啊，黄阿姨，你爸要说话啊？是不不，先不说话。
你表白着啥急呀、啊？就是、啊，我刚才不跟你说过了吗？大家伙每个人都有节目，你等每个人把节目表演完了，你再表白，多好呢！哦，我明白了，就是先用节目铺垫一下，对呀、啊，情绪上来之后，对、啊，完了我趁热再表白，成功率高啊！明白，好不好？明白。小娟啊，哎，为了你这个生日，孩子们都为你准备了精彩的节目。哎、太好了，那谁先演呢？谁先来？我先来。哎，好，哎呀，小倩，来。富太奶，我送你的祝福在我的心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歌声里。哎呀，夜上海，夜上海，你是一个不夜城，要问胭脂哥哪来，胭脂说夜来。好看视频，分享美好，看见世界。